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那是什么？一定是神物神力低微，或是灵力不竭。你看，他身上有道疤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从地面涌出。安静，不得放肆。是气血，保护帝君。与其帝没有资格成为九州共主。帝君，没事吧？可悲的人啊！既然您是我的主。共赴黄泉吧，大将军，我们来助你。